校打扫的最快，所以老师说我好棒，就送我了这个。喜欢吗？我喜欢。还有啊，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哦，就是啊，我今天发现我好像喜欢上隔壁的男生了，怎么办？小西，明天不是还要上课吗？赶快去睡觉了。好啦，哎，梦晚安。天哪，这男的奶那么小也敢放上来，夸张哎！这五百亿飞币给美国了，哎，怎么会宕机啦？好 happy 呢！算了，不管了，我要睡觉了，好累哦。先来睡个觉。小西，我们去空地玩啦！你干嘛啦？我不要啦！快点啦，我们走！拜托！不要，不要过来！你跟我说哪里好玩，我带你去。你给我，你最好都闪边去啊！闪边去。我呗。再去那边玩吧，走走。等我一下。等我一下。算了。